杨玉，你其实认真起来什么都明白，我怕我玩不过你。怎么了婷婷？你是在追唐鑫吗？谁说的？什么谁说的，我看出来的。我哥好不容易那么喜欢一个人，你要跟他抢吗？那我也好不容易那么喜欢一个人怎么办啊？哎，你我跟你说，你肯定比不上我哥。好了，我不逗你了。我对唐鑫的喜欢呢，和你哥对他的喜欢不一样。哎，那个不介意的话我送你啊。行啊，省得我打车了。哎，别动。不动我怎么吃啊？尤欢说你帮他请了律师。嗯，现在警方已经立案了，如果需要起诉的话，有个律师还是方便一些。不过你也放心，最终究竟怎么处置还是你们说了算。要我说那肯定是告到底啊。哦，我太凶了是吗？不是，我还以为你会像上次那件抄袭的事情一样，劝我别再追究了。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砸店伤人偷板根本就是违反行业规则，还触犯法律。这样的人不惩罚一下，谁知道他以后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说了对。嗯，别生气了，再吃一口。看来做服装也不容易啊。创意、材质、手工，每一样都要花费心血。不过这些辛苦啊倒也不算什么，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恶意竞争。市场就是这样，一旦你的创意被抄走了，之前辛辛苦苦做的东西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是啊，我总觉得吧，任何一个靠创意活着的行业总有财思枯竭的一天。我现在呢还能靠不断的翻新跟他们抗衡，哪一天我自己要是画不出来了，我就真的歇菜了。哎，你就没有想过做得更大一点？小众设计师品牌确实是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核心原因是因为你不是爱马仕，也不是香奈儿。否则啊，就算你被抄了，别人也只会说香奈儿同款爱马仕风格。你就没有想过弄一个什么尤欢潮流什么的啊？谁不想啊？要真有那一天，我做梦都能笑醒。可是小设计师想要做大做强，难道不需要资金，不需要渠道吗？怎么，霍总想投资我？我？那你太抬举我了，我可没有那个本事能砸出一个爱马仕出来。不过渠道，我还是有一些的。白鹿都上映了，确实反馈都还挺好的，但是秦双城牺牲的那场戏好多观众都反馈说不太真实。真不真实其实跟每个观众的个人经历有关，不能以偏概全的。是这样说没错，但说到底我当时写那场戏的时候完全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跟想象，并没有真的感同身受过，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肯定说那就是真实的情感。你笑什么？张彩，我只是觉得我的编剧
受了伤还在认真反省问题，我作为制片人很欣慰啊。反省有什么用啊？总归是要进步改正才行。哦，那你的意思是我得重新投资再拍一遍了？那倒也不用。不过，做一个梦给你里头，苏雨跟江毅那场分别的戏，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写。白露这个事倒是给了我一个提醒，我应该去体会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分别。真正的分别。嗯。那就不着急，等你伤好了，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这边。三天前，王敏参加了临终关怀的培训。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不少癌症患者。徐奶奶癌细胞骨折案已经半年的时间了。最近这段时间，她的状态不太好。主治医生说，最多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你辛苦了。还说。在我走之前，和你合个影，给你留个念想。到头来，是我欠你的。我可欠你的。结婚的时候，为了省点钱，欠你一张婚纱照。没事儿的，啊，没事儿。徐奶奶现在的情况，可以出院吗？我想，最好还是在医院里吧。我来解决，放心吧。三、二、一，好嘞，特别美。哎，小唐啊，哎，我们能不能再拍一张？当然，没问题。哎呦，谢谢。来，你拿着。这，老陈呢？其实，第一眼瞧见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是个好人。我这一辈子，谢谢你啊，谢谢你。看来是不用担心剧本里面那场分离的重场戏了。我之前一直认为，面对已知的离别，大部分人应该是伤心、难过，甚至是撕心裂肺的。那现在呢？想法变了吗？现在啊。我现在觉得，离别就像是一场飓风，越是接近中心，就越是平静，越懂得珍惜剩下的时光，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也会拼尽全力的想要给身边的人留下美好的回忆。或许能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就不会害怕分别了。唐月，嗯，我觉得我好像对你多了一些新的了解。
说说看。我也打算去培训，以后跟你一起做志愿者。那也未定了。目前我们的剧本啊，除了刚刚提到那几个点需要我们编剧老师根据拍摄现场和演员的情况具体调整以外，整体来说就算是定稿了。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我们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两位编剧老师，感谢。哎呀，啊，我说句扫兴的话啊，先别高兴得太早，项目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啊，不要泄气，加把劲儿啊，该干嘛干嘛。您看接下来我们是建组让美术带着我们溜外景啊，还是觉得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计划应该没问题，要安排吧。好。嗯。哎，唐茜。嗯。这剧本定稿了，你怎么不开心啊？没有啊，很开心，这可是普天同庆的大喜事。啊，然后呢？然后。哎呀，别然后了，唐总。我觉得咱们这个项目啊，这段时间小唐同学特别辛苦，我有个不太成熟的建议，你看是不是能组一个饭局，然后对吧，让大家放松放松。这段时间你们确实辛苦了，剧本定稿对唐茜来说是个喜事儿，今天晚上我请客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放松一下。不用了，这本来就是应该我请客，我们就把丁丁、霍总全部都叫上，我请客，你们随便选好。庆祝做一个梦给你，正式定稿。祝我们电影拍摄顺利啊，不辜负每一个人的努力。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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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真的啊。嗯。宝。嗯。好像你今天看起来心情很不错。就是。关你什么事儿啊？我觉得作为您的助理，关心唐小姐的心情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哎，你不会还没拿下吧？你怎么也这么八卦啊？关心一下老板的私生活，那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是不是？不瞒你说，暂时还没有。啊，倒还挺直接的哈。慢慢来，别着急。我不吃了，我减肥。我倒是不介意，睡得再久一点。也挺好的。你现在真的看起来不胖，我再去给你拿点吃的啊。真的不用了，我今天这个摄入就已经够了吧。丁丁啊。你最近减肥好努力啊，我看你腰都小了一大圈，这真的瘦了好多、啊、我也觉得我最近真的好努力好努力的减肥、啊、我看出来了。嗯嗯。哎，你们俩这演技啊都不太行。来尝尝这个。哇，这个行，这个不胖。哎，这个不胖，你多吃一点。你俩看看我最近新目标怎么样？还不错吧。傅总，这个女孩好像跟昨天晚上狗仔拍到的不是同一个吧？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哦，你说那个女孩，她跟我根本就没有关系，她又喝多了，我扶了她一下就被拍着了吧？啊，她说的话你也信？但那天晚上还有另外一个女孩，人特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就这个女孩，人特别好。你就别学唐总学单身了啊，你谈一个。我单身怎么？我即将不是单身狗、哦、那不还是单身吗？是不是？哦，谢谢霍总。老霍，哎，最近你跟丁丁没有？我哪敢呢，老说这事儿。喝酒。哎，
真不错，确实不错。哎，好吃，好吃。笑一下，对了，那个剧本回去你看一下。哎，对了，回去看一下啊。哎，行，那我们先撤了。哎，先走了。拜拜。拜拜。何妨？哎，把霍总送回去。好，唐总。那我们先走了。嗯，拜拜拜拜。我送你们俩，先把丁丁送回去，我们再回去，好吗？不用那么麻烦了。丁丁从刚刚开始就不对劲，今天晚上非要跟我一起住，说什么闺蜜夜聊。闺蜜夜聊。哎呀，哎呀，你都不问问我为什么不开心吗？唐大小姐，你还能是因为什么呀？霍总又谈恋爱了，你又失恋了。打你的熊，干嘛说出来这样的心？你说你这个人讲不讲理？唐鑫，嗯，你说这个世界上的男人为什么不能都像我哥一样，每一个女人都能像我一样，又专一又痴情？哎呦呦，你说说。你这伤着心还不忘炫耀一下你家的优秀基因啊。你到底为什么不答应我哥？我哥看起来完全没有缺点呀。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拒绝你哥吗？我当时辞职啊，是因为跟你哥表白被拒绝了。他说我们不合适。不合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不喜欢。哎，我豁出去了我所有的脸皮，我直接主动亲了他，他居然没有任何反应。他当时要是能够拉住我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走了。等一下，你亲了他，为什么被拒绝了还要亲他？我当时就觉得呀，亲过了我就算得到了，我就不遗憾了。真的吗？嗯，亲过了就算得到了，就不念着了。嗯，陈姐你就放心吧，跟时光合作还能让你吃亏吗？是不是？偷偷跟你说，唐总专门吩咐过，这前期后期都给楚宁留了宣传费用，不比男女主角少的。这不是陆导那边也觉得楚宁很好是吧？都说了下次要合作一部大女主的戏。陈姐，我这边还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聊。别说话。唐丁丁，你上啊！都这个时候了，不要怂啊！就亲一下而已，你昨晚不是都在脑子里模拟了好几遍了吗？啊！真没出息，你和唐鑫不一样。最后姿势是这样。嗯，这么亲，可能还要再近一点。这么近还没亲上？啊。最后丁丁小姐是真的没能亲上，也说不定丁丁小姐她本来就没想亲霍总，只不过两个人挨得近了点。黄丁丁人呢？走了。去把霍震东给我找来。啊，回来。确定他们俩没有亲上？确定，我问了好几个人，情报准确。去吧。
那还叫霍总吗？去找一下丁丁的经纪人，明天就是演员官宣采访了，让他稳住他的情绪。哦，好。陆导，哎，呀，真漂亮，紧张吗？怎么可能不紧张？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发布会。好了，导演，你看一下啊。满意吗？哦，满意。行，那我先忙了。好。你俩干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还在这儿发愣，快走啦！走了，走走了。好，我看看。好，各位媒体朋友们，我们的主创已经到来。行，先去吧。哥，请问我坐哪儿？这边，这边坐。哦，好，请你的位置。我算什么？只要有唐鑫在，我就算是美若天仙，在你眼里只是个背景板。好，我们的主创已经全部到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提问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我们主创吗？唐丁丁小姐，作为一个新人，您刚一出道就可以在这样大制作大导演的戏上担任女一号，请问会有压力吗？嗯，压力肯定是会有的。因为自己还是新人嘛，演技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很多事情都一知半解，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谢谢。那据我所知，很多演员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好几年，都不见得有这样的机会上这样的大项目。您认为这个角色选择您，和您是唐总的妹妹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我唐总还说，其实这部电影是为了唐丁丁小姐量身定制的出道作品呢。毕竟时光影业之前没有拍过这种电影。时光的转型其实是在计划之内的事情，而且我们也是先有的这个项目，后选择的丁丁。我想现在解释再多也都无济于事。我跟大家一样，期待作品出来之后，来看看丁丁的表现究竟如何。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唐丁丁小姐，您认为您是因为什么能够挤下当红小花周佳璐的呢？我唐丁丁是我亲自选定并邀请的女主角，我相信她是最适合角色的人选，也是我心中的第一选择。我表达的够清楚吗？大亲自选呀，那应该是没问题的。电影上映以后，无论大家怎么评价，我都会接受。但是现在，就因为一个人的出身背景，随便给他扣帽子，我觉得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并不算友好。谢谢。上次我们很多人都关注这部电影哈，说起来这部电影不光是在选角上请新人，像是我们的编剧唐鑫小姐好像也是第一次执笔这么大的项目吧。做一个梦给你是我的第一本小说，也是我作为编剧的处女作，很感谢陆导的信任，给了我这么宝贵的机会，同时也很谢谢我们的冯昌老师在剧本的创作当中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所以我非常的有信心，毕竟有这么多大咖的加持。唐总，剧本是一个项目的根本，唐总启用新人会有担忧吗？不会，我们时光做项目更看重的是适合一起努力，
不会因为对方是新人就有所顾虑。看来唐总对咱们时光的制作能力还是挺有信心的。当然，但是不止这些，我们对我们的编剧、导演以及演员都非常有信心。同时，这次项目我们也会有神秘嘉宾前来助阵。哎，唐总，你把我们的这个惊喜环节已经提前剧透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重磅神秘嘉宾出场。有请我们的影后陆楚明小姐。大家好。听说平台那边有两个大项目的女一号正在找您谈，为什么决定来做一个梦给你客串呢？总演女一号太辛苦了，想给自己放个假了。其实吧，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我们唐总，他之前特地到我拍戏的地方跟我谈了一下，并且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可以说服我的理由。那唐总方便说一下您的理由吗？我们的编剧腾新老师在最初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女主角形象的代入就是楚明，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借着这部项目能够圆他一个梦。也确实是因为我这些年个人风格变化还挺大的，所以现在再看这个女主角确实是不太适合了。不过客串的角色我也很喜欢，角色无大小，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好，我们一起期待这部新电影。我跟你就是有点紧张。以后见到这帮孙子就怼。能不能慢点走？你和陆楚宁被拍那天是去找他聊这个事情对吗？嗯。找他的戏那么多，如果等他拍完了之后他肯定没有档期了，所以我只能亲自过去。你怎么知道他是我创作的原型？你的小说我看了很多遍，而且里面女主角的人物设定跟他公开聊过的一些人生经历还是很吻合的。另外他的形象似乎跟之前陆楚宁还比较贴合，所以我就找了老陆跟他聊了一下。哦哦，看来之前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吃醋了。我哪有。确实我跟陆楚宁关系还不错，之前就认识，另外他最早的时候就是签在我们时光，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单纯。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我又不在意。在意？那腾新现在是在干什么呀？不是性生理罪吗？我当然不是，我是想谢谢你，谢谢你可以为了圆我一个小小的梦花那么多时间跟精力去找陆楚宁。而且就算你们再熟也没那么容易吧，人家可是大明星。说得不错，确实很难。得寸进尺啊。很少见你不说话的样子啊，导演。嗯，你刚刚替我出头的样子还挺帅的。不用奉承我啊，保护自己的演员是我作为导演的责任。你这样说我压力又大，感觉左肩膀上压着整个时光影业的荣辱，右肩膀上压着你这个国际知名大导演的荣誉。我要是演不好，岂不是所有人都跟着我一块丢人？那你试着换个角度想问题呢？你看啊，既然大家都绑在一起了，我们也不会让你丢人。一边是时光影业，一边是我，你啊，想演不好都难。那我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你吗？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有些问题太初级了，不好意思跟你开口。当然可以啊，我给你这个权限。不过说好了，一天一个问题。你要学会自己筛选，其实很多问题你自己完全可以解决的。要不还是三个问题吧，两个也行。有些表演上的问题很难做取舍。我考虑考虑吧。谢谢导演。
要这个做什么呀？除了人物小传，剧本也发我看看。哦，对了，如果你有空，你可以把你的人也给我送过来。好吧，你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这就过来。嗯。高助理，其实我可以下车自己先过去的。没关系，反正唐总下午也没什么事儿，他出差的航班也在晚上，来得及。我听高总安排。谢谢。我已经跟他们投简历了。啊？你真投简历了？嗯，后天见导演。可是我之前从来没听你说过想转影视服装方向啊。我是一直做小众设计，以前呢我就觉得我的设计吧，别人欣赏的来就欣赏，欣赏不来我也不强求。不过那天啊，我从你家出来之后，霍晨东跟我说的一些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霍晨东？嗯。哎呀，行业环境啊是不好，但是呢，我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怪到别人身上。哎，你想，如果我的风格和设计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让所有人都知道尤欢的名字，那到时候再有人偷版仿造，我怕什么呀？就当他们在给我打广告了。真没想到这么有道理的话，居然是霍总说的，我还真对他多了一份崇拜之情。所以我就想着呀，影视服装是最快最好的能向市场展示我的设计风格的方法。哎，你想想，咱们丁丁那么美，到时候她穿上我设计的衣服，那简直就是行走的广告牌啊。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行走啊？嗯，啊，我太期待了。哎呀，不过我正儿八字没一撇呢，竞争压力大得很啊。我听说呀，有意向参加的服装团队都是行业里的老手，就我一个新人，想让陆导看上我的设计没那么容易。说什么呢？我相信你的。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服装设计上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去抢演员的戏份。我们希望服装和演员和我们的美术置景融为一体，低调又有设计感，这是我们整体设计的核心。一件衣服，我不希望它只是角色的装扮，它更应该是角色的外壳、皮肤，甚至可以说，人物的心理状态或许不需要通过台词和动作去展示，而是当他穿着一件衣服出现的时候，观众瞬间就能够带入到他的情绪里面去。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剧本的第52场戏，女主即将面临和男主的分别，那这个时候女主不知道他们下一次相见会是什么时候，甚至说也不知道这一生还有没有再相见的机会。那么她出场时穿的衣服，哪怕是一件小小的配饰，都一定代表着在这最后一面里她想要留给对方的印象。我们由大设计师成为做一个梦给你的造型之头，恭喜！谢谢。那我也祝我们的演员唐丁丁即将大火。呀，说的都可好了。来，你未来就会是我们国内顶流实力派女演员。嗯，你就是未来国内首屈一指的服装设计师。你就是时光影业的老板娘。什么呀，这是就你们能当独立女性，我就非得扒着你们时光营业。那不是，那是我和赖着你。那差不多。嗯嗯，好吃。嗯，那个吃啊，吃饭玩什么手机啊，赶紧收起来。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没什么可玩的，吃吧。你们俩有事瞒着我啊？没有，让我猜一猜。不用猜都知道，肯定又是霍晨东上你的头条了吧？女友是那个模特张琪。你咋知道？
这两天张琪在跟我拍广告，他去接他的那个时候正好被我撞到了。这么尴尬？你当真就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你可别跟我们弄什么这个不在乎这一套啊，你在我面前什么都能说的。我瞒着你们俩干嘛呀？就那天在他办公室强吻他那次，我就强吻。哎呀，不是不是，没有亲的，你听我说完嘛。说说说说。嗯，那次我就发现了，我对他就是不甘心。我看着他跟其他女生约会，跟其他女生甜甜蜜蜜的，我生气嫉妒。但我发现那根本就不是爱，我就是不甘心而已。我要是真的爱他的话，肯定能亲下去的。对吧？看来这一招还真是很妙啊。哎哎呀，好了，来来来，不管怎么说啊，那个唐丁丁脱离感情的苦海还是值得庆祝的，是不是？那当然，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哎，你俩干嘛？喝酒呢？哎，哎，你怎么啦？年纪轻轻的就唉声叹气的？我是想着吧。下个月就要开机了，我对我自己的演技一点底儿都没有。你说，陆导，万一一个不满意把我开除了怎么办？不会吧，丁丁，不是我吓唬你，你别看陆导他平时好像不说话，没什么脾气，我听别人说吧，他这个人对演员特别特别严格，你要是不过的话，他能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啊，不会吧？真的假的？哎，你在干嘛？你说点鼓励的话，你看把他吓得都……哎呀，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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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啊！哎呀，别想了，先喝酒，先庆祝一下。你说什么话？明天开始，我们好好努力，对对，好好准备，大不了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啊，我们都陪着你呢。天哪，终于快结束了，今天先休息会儿吧，还有最后一组镜头，大概是半个小时之后开始拍。哦，哎，今天还有什么安排吗？今天的话，拍完这个广告就没有别的行程了。明天早上有一个采访，我7点钟过去接你，然后妆发我们到那边再做。周五的话，还有一个品牌的站台活动。啊，天哪，采访为什么这么早呀？这样，姐，你看也到饭点了，我先去给你拿饭啊。嗯。哦，对，姐的手机。哎，谢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拍那雨戏啊，就是晚上男女主角在雨里就是奔跑，对吧？然后拥抱，然后你知道他看了多少次？28次。拍完之后，男女主角双双发烧住院，倒不是对新人的刁难吧，我觉得准确来说是对艺术的一种执念。我觉得不管是影后影帝还是新人素人，只要来演我的电影，我一视同仁。如果你演得不好，我肯定重拍的。我听别人说吧，他这个人对演员特别特别严格，你要是不过的话，他能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姐，饭我给你放这儿了啊，你快过来吃点。没事，你先不用管我，不饿。姐，你多少你也吃点啊，你起那么早，你不吃你熬不过去啊。我真没什么胃口，你先去忙吧，我再看看剧本啊。哎，你说像你这种典型的家里有矿，长得又美又这么努力的，你要是不火呀，就真的天理难容了。可别说什么火不火的了，我要是不努力，工作都没有了。你快去忙吧啊。那我先去吃饭了。去吧去吧。
陆导演，我来问今日份的作业了。这段的情绪是惊讶更多还是期待更多？喂，陆导。Hello 啊，婷婷。你发的东西我看了。首先啊，你批注的情绪是对的。惊讶呢，只是转瞬即逝。这个时候的你，更看重的是未来的那个自己会不会再遇见这个男主角。当然了，还有一个更细微的情绪你要捕捉到。这个时候啊，你很期待对方的答案，但也会害怕对方给的那个答案不是你心里想要的。那个答案不同。就这么两句话，有这么多情绪。没事，明天下午我正好有空，我帮你排一下这场戏啊。好，那我带妆去，这样更有感觉。好啊。陆导，你是感冒了吗？哦，没有，昨天晚上熬夜了。那你早点休息啊。熬夜对身体不好，我们明天见。再见。身体不好，怎么听着我像老年人一样？第五项的第三个小点，支付费用会在预计超过七个工作日内，要不然会有滞纳金。预计超过十四个工作日的话会停工，会面临赔偿。别的没问题吧？没问题。真厉害，三条合同内容聊了六个小时，我怎么之前就没想到呢？说不定这招管用呢。好，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父亲新开了一家酒吧，要不要去凑一下？不必了，今天时间挺忙的，咱们下次会一见。好的，唐总，那我们下次再约，再见。跟谁在一起呢？啊？问你话呢，回答我，为什么不说话？啊？刚刚签完合同，现在回房间休息。没有见工作以外的人，没有跟任何女性有超过工作关系的接触，明天就回去了。我让你向我汇报行程了吗？啊？跟我弄这一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干嘛？影响你休息了。啊，不好意思了。我就问一个问题，问完之后你就可以休息了。说。明天你能不能来接我呀？拜拜。第一次，你是被我的怨念拉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你的任务是要改变我的命运。那这一次呢？这一次我是被你对我的思念拉进来的。我以为你真的把我忘记了。好，先到这里啊。是这样啊，我想说你必须要明白说台词的意义是什么。
有些台词是你说给自己听的，有些台词是对对手说的，有些是对观众说的。我们做个练习吧，你就尽力地表达出你理解的爱意就好。好。嗯，来，开始。我喜欢你。我好像也喜欢上你了。Listen to me.